哟吼，兄弟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去尝试一下地球人模式啊！上次那个太变态了，所以呢，今天七福扇找了一个特别短的路线啊，我们浅尝一下，浅试一下。好，这位叫儿心小夏的小伙伴，他说能不能挑战一下圣安地列斯六星挑战？一中途可以使用修车秘籍三次，二使用牛肉干五百，三掉星没关系，五六星都可以。路线是从格罗夫街跑到拉斯维加斯四龙赌场，然后呢，从四龙赌场换警车回到格罗夫街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次呢，我们挑战是地球人难度，所以呢，我们任意发挥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去标一下点。这位小伙伴他说要去拉斯文加斯四龙赌场，兄弟们记住前面。
哇，这个轱辘好像我的心情越滚越低啊。哎，太难了。哎，救护车啊，不是消防车。哎，你不是来救火的吗你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副驾驶也没了啊。这算了算了，咱要不走吧。但愿不要叽叽啊。如果呢没有死亡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挑战啊还可以去尝试一下，主要是怕那 RPG。 哦哦哦哦，哎，我们只有一星了啊，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啊，一颗星。哦哦哦， RPG。 Oh my god。 哇，哎，这哇防不胜防啊，好家伙，我天哪，近距离给了我一火箭筒。我也不知道现在观看的小伙伴吗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出去出去，好了，安全了。现在小伙伴大家看到有没有什么破绽或者什么的，可以来评论区里面发一下，告诉给七福山，以后呢我们多去挑战这个地球人模式啊。这次呢就浅浅尝试一下。哎呦，又是火箭筒，快快快快，拐弯拐弯，好家伙，哎，我天哪，好难啊，就这么来回两段距离，中途着火了着火了，还死了一次，快，我的天哪，好难啊，为什么会这么难啊？哎呀呀呀，看见了没，慢镜头。哦，来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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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PG 是吧，啊 RPG， 来，我给你 RPG， 太嚣张了吧你。这次呢我们还没有弄那个我欠阿瑟500万，这个确实有些难度啊。直接打我，你也太嚣张了吧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快快，进去进去，我的天哪，那好吧，我就到这儿吧。